好了。香味，还有一点糖精的味道，所以就不是很喜欢。这个咖啡是冻干即溶的，口感很香浓醇厚，而且包装也很少女性，就我觉得挺有设计感的。它这种抽拉的设计，一小袋的话，随便一个包包、口袋啊什么的都能装下，出差啊、旅行啊什么的都挺方便的。这个一盒是10包，59块钱，我当时买了2盒，还减了25块钱，超级划算。套装里送了我现在冲咖啡的这个马克杯，就这个，然后还送了2个帆布包。光这2个帆布包都差不多能值回本了。然后这个马克杯，我觉得网上买应该也要10多20块钱。我很喜欢这个咖啡，但是很少人看到，比较冷门，所以就特地分享一下，希望它能够不要那么凉火一点。
这次洗脸用的是完美日记的氨基酸温和净澈洁面乳，这一款洗面奶是特别特别特别温和的那种，敏感肌也可以用，然后它里面是不添加任何就是像防腐剂之类的成分，然后是很安全的那种，然后它是符合那个 EWG 标准，保证是很安全的那种，很安全很温和，像平时化个很淡的淡妆或者是防晒之类的，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，不用特地去卸妆。泡出来的泡沫也是很丰富的那种。